感谢云轩。刚刚帮我报告一半，肚子饿，我等一下去运动。帮我来剪头发，我还没有要剪，我之后想要把我的，因为我现在头发是比较偏暖色调，我之后想要把它弄成冷色调，所以再过两个礼拜再来染。今天戴帽子是老雀，超可爱，是紫色的。然后今天的衣服呢，也是老雀的，这边有个爱心 ，so cute。我们要来 IKEA 买柜子。先来吃东西，因为今天没什么人，我点了一个虾子的沙拉，是新的。然后老公点的是牛排，然后现炸的炸那个鸡胸，老公叫我拿四个，超夸张。偷吃一个是第一个。嗯，哇，哎、欸，超脆，好好吃哦。欸、这很丰盛哎、欸，我觉得很不错，100多块。昨天我在全家随便买个沙拉都70几块。它这有超多只虾子，然后菜、海带跟洋葱。10块，感谢云轩。云轩住在后龙的云轩，他说他想要在 vlog 被我唱名。谢谢你来睫毛膏，希望你会喜欢，这是你的睫毛膏。云轩的这两天都在出少中印象折扣嘛，再加上今天是 O Beauty 1周年哦，去年的5月12号 O Beauty 正式上市，本来有预计幻想新品可以在1周年，但就是事实证明是不可能的，就是还要很久。云轩，这是你的，谢谢你，等一下拿去寄。它是售，就它是现代表就输了。哦。对啊，就是。是哦。这个都是高寿司。耶！鱼柱打出去了啦。昨天包了一袋，今天又要再送这一袋。刚刚去寄完货了，然后我跟老公各买了一个冰棒，他是吃布丁雪糕，我是吃这个什么北海道草莓 cheese。海边长这样。今天唇膏用 AM 的6号色，然后睫毛膏在试 O Beauty 的新品。AM 谈到团购了，是补货是6月2号，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因为之前 AM 开团的时候很多人都买，然后 AM 后来出新品眼影跟口红，所以大家可以趁团购价的时候买。小鹿，你的电脑好酷耶、欸、你这个电脑是还可以用黑板对不对？不是，他在上课。哇，太酷了吧！姐姐谁啊？谁肚子这么大？咪咪肚子在哪里？咪咪宝宝。一二，皮卡，不。大家再见。嗨，大家，今天是礼拜一。昨天呢，回婆家，我就完全没有拍
就是 vlog 这样。今天早上起来呢，3点多看那个塞尔提克跟七六人最后一战，很难看到不行。虽然我本身私心更希望 Harden 赢，但是我也很喜欢 Tatum， 可是我最讨厌看到就是大比分的分差，我想要看就是咬得很紧，连球评都有点讲不出话来，都说难看。因为今天少中印象的折扣码呢，剩最后两天吧，还三天。我下午2点多要去运动，要做皮拉提斯。皮拉提斯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因为我是在中立的，就是中立的人，如果有想要去的话，我是去那个 BPY 吗？它叫 BPY，BYP。然后我是找 Liz 教练，叫 Liz，L-I-Z， 就是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找他啊。就是价格的部分呢，就是不便宜，但你可以先去体验看看。因为我自己以前是有在长期做瑜伽。然后后来也有在重训啊，做运动。那因为后来因为身体的关系有暂停一段时间，然后现在又开始恢复，然后我一直都很想要试试看皮拉提斯。因为我以前在上瑜伽课的时候只有上过几次皮拉提斯，我发现我的核心超级不够，肌力也不够这样。然后我也有上过空中瑜伽，TRX 都有，但是我现在目前是最喜欢皮拉提斯机器啦。而且我刚刚又被发公通告了，昨天晚上我下次要是5月20几号要再去录一次，开心呢。刚刚拿的这个真的是纯饭。刚刚包货包到一半，肚子饿，而且我等一下要去运动，所以我要吃这个日清的优格。日清的优格试吃下来，我觉得它的就是它比较不会过甜，优格很纯粹的酸味，我比较喜欢，尤其是它的悠悠饮，就是那个饮料。我今天要吃的这个好像是蓝莓，然后还有他们这个谷物，这个蜂蜜谷物真的非常好吃。可是其实燕麦是主食，大家知道吗？所以就是摄取的分量大家自己要控制一下。噔噔，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好吃。嗯，哇，好搭。Boxes and throwing out old memories. Oh, something about this just doesn't sit quite right with me. Oh, we were just kids when we moved in. So much has changed since then. I know that I should be happy, but I just feel hollow.Just like an empty apartment filled with old ghosts. Nothing turned out like we thought it was likely to go. Ooh, everything's gone and it's crystal clear. It's time to move on, but my heart is still here.刚刚煮了皮蛋瘦肉燕麦粥，真的太好吃了。这个食谱大家去看那个，我到时候会剪在一日吃什么的单元里面。这个、超好吃的，皮肤暗黄长斑，怎么整？刚刚呢就是看完 NBA 了，虽然它的结果不是我想要的湖人赢，可是呢非常的好看。
我今天要煮的东西跟昨天煮的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我昨天有拍那个一天吃什么，所以到时候大家可以去看他怎么煮。我今天一样要煮皮蛋瘦肉燕麦粥，然后老公一样是吃益美葱抓饼加上火腿这样。这个葱抓饼真的很不错，它的葱好多、哦，你看很少市售葱抓饼的葱可以附这么多吧？因为我之前买丢丢那一次真的是没有葱啊，白白的，但是也很好吃，因为脆脆的。先煎香，然后再煎葱抓饼。顺便整理洗碗机。今天煮的皮蛋瘦肉粥跟昨天有点不一样，因为我有在加青菜。昨天就是只靠晚上吃两样青菜太少，所以我在加青菜，看起来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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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好吃。想知道这个食谱，请去看我一天吃什么，因为我现在正在剪，所以这一部一天吃什么的影片会比这一部早上的。嗯，嗨大家，今天实在太累了，我刚刚包了一半的货，这才一半而已，等一下还要继续包，然后今天也上了一个片，刚剪完，但还是有煮饭，因为这个礼拜回婆家的时候，我婆婆有给我一个海蛤蜊，这不煮真的不行。嗯，你看我婆婆每次给我蟹管肉，都巨无霸哎、欸，超大。嗯，我要敷这个 Patty's 的公关寄给我的清润保湿面膜，推荐给干燥暗沉作息不正常混合性肤质的人，这蛮适合我。刚刚去寄完货真的是好累哦。他们的面膜只是面膜包装是纸，但是里面应该还是铝。这两天真的超级无敌忙，但还是要弄社区的事，消防检查。我早上已经拿去贴各楼层防火门，我只有贴我们自己啊，剩下拜托保全。然后还有去楼层拍照，就是我们有修正的地方给厂商。我是用最简单的方式，用这种回收的孔洞的那种记事本，然后切一半拿来用，就变护背了。好，嗨大家，现在是早上八点，昨天半夜到今天早上，桃园市真的是暴雷雨，很可怕，是真的会吓到人的那种。刚刚用了简单保养水杨酸，只要是酸类或是 A 醇类的东西，我都是洗完脸后立刻用。用完那个水杨酸之后呢，因为水杨酸比较会有爆痘期，所以我会在下巴或者是比较容易长痘痘的地方再涂他们的净痘精。用完他们之后呢，我会冷静一下，然后再等这个 OAOA 或是美白，我会择一使用，然后这就是我最后步骤。除非我那天是想要用 Tifking 乳霜，那我就不会再用 OAOA 这样，我会看一下我当天的状况。然后我要用护手霜，梦雅的团购是直到明天，是不是？这护手霜真的非常的好用，这个是我这一次才拿到的味道，我之前不知道这个花草系列，因为之前跟他们合作的时候，我都是喜欢玫瑰味啊，或者是他们 Q10 那个甜橙味，还有蜜饯的味道，像我那个指缘油又用掉半罐了，这很扯哎、欸，因为我最近包货手指都比较干，这样11点多还在跟那个韩国一直电话对他们的那个色卡，因为我们新品的打样的颜色又出问题，所以等一下要再处理那件事情。那我要边去看 NBA 这样。好，你试看看，我会给你水果来盖过那个西洋芹的。基本上它当然就是可以抓1到2个，然后看你的接受度。之前有那个客人他真的太怕青菜的味道，我就说好啊，那你至少加个5公分也是。五公分，不是黑马后啦。哦，好，百香果也是一颗吗？超爱吃这一间，刚刚看完营养师，立刻重来吃。把今天的淀粉放在这。刚刚上完营养师的课，然后跟老公去吃了附近我们很喜欢吃的面店，这样，然后再回一下韩国的讯息，因为现在开始如火如荼的弄新品跟打样瓶身什么的，对色卡，其实那些是最麻烦的，因为
你打样在纸本甚至是电脑样啊，其实跟实际出来的瓶身或者是纸盒，其实我觉得都会有一定的落差。今天刚刚又改了一版出去，昨天也是弄到真的好晚哦。然后今天的眼影呢跟腮红都是 AM 的， AM 6月2号会补货。哎，那我真的太爱了，所以我就有问 Alex 老师可不可以再开团。哎，让我可以擦给你们看，就我刚刚吃完饭，我现在可以补妆。AM 的唇膏真的也是超好涂，我去冲唇的时候也只有带，哦，我有带一支 AM 跟一支 Fresh O2 的，非常的漂亮。这种小可爱全部都是 La Chue 的，非常的舒服。现在呢，要赶快再回一下讯息。其实我今天本来想要把 Vlog 剪出来，但是我应该是没有时间，等一下还要去抽血回诊。想给你们看一个日常的失败 ，FedEx 寄来的 ，What is this？ 他传照片给我的时候，我就想说，请问这是荧光笔吗？哎呀，我的妈呀！我去。很讨厌他们那么做作不自然，还有的没的纯粹来言语一番，无聊的人啊，寂寞吗？有小王子陪我就不孤单，听他说话说玫瑰花，还想念着他。昨天碰见狐狸抱怨日子没有变化，有点害怕那巴尔巴之树在变大，地球只是一场人啊，有没有谁真的了解他？粉红派对，Sarah 今天超美。这个我今天很认真打扮。哎，你而且你很适合戴这个哎，等一下。这是什么？每个人有，竟然有一个。我的比较是成熟的淡粉色，但我连裤子都是粉色。连眼影都是微粉。看不出来。买了 Around Room 送给品牌，我好友的品牌，我自己的项链也都是跟他们买的，还有戒指也是跟他们买的。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回到家太饿，现在晚上9点多，因为刚刚在钱柜我们也没吃，我想要海底捞，其实我也吃蛮少，立刻退冰了湖光山色的干贝鸡汤，这是我最后一包存货了。六月还会再开团，而且有独家佛跳墙，拜托大家一定要抢，看它的料有多多。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是阿姨现做，它不是工厂真空包装冷冻，所以它的赏味期限大概是3个月，太值得，里面肉块又大，材料又新鲜，然后再来是它的鸡处也非常干净，血管那些弄得很好，所以它不会有鸡臭味，然后调味很简单很干净，所以我非常喜欢。所以像现我就算是饮控味，非常爱吃他们的鸡汤，然后蛋白质又够多，这样我现在就是要弄那个汤来喝。肉真的超级无敌多，青菜是我自己加的，看它肉有多大块，阿姨每次给的肉我都大块到我想说这是怎样，而且里面至少会有5块吧，都超级大块，而且肉都处理得很好。它里面附一个这个打果汁的，然后这样子打完可以直接这样子喝，可以换成这个吸管盖或者是这种。然后这是果汁机本人，准备好了西洋芹、带皮奇异果、2颗百香果、亚麻仁油，还有优酪乳、无糖优酪乳。芹菜啊，好可怕哦！这芹菜我觉得很可怕。亚麻仁油，换了盖子，加个吸管，喝喝看。哇，但又蛮甜的，蛮难形容的，但就果汁了。
首先呢，我会把冲牙机装水，然后它这边有一个 on 跟 off 的钮，其实你就把它转紧就可以。它背面比较特别是它有四种模式跟开关，我都会用 soft 或 normal。这个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当你含住的时候，水柱感觉会比较小；当你这样张开去冲的时候，你会觉得水柱感比较强烈。所以就是先调到你要的模式，再按 on， 然后这样子上下。内外里面都可以冲到你吐出来，真的是花花世界，很夸张哦。我先按完 normal， 好，就开始冲。哇，冲出超多奇异果！就是当你觉得你的嘴巴已经就是水已经很多，你就把它吐出来，然后就是真的超级多快感。牙齿状况就会非常干净，超满意的。然后我记得每次用完之后，我都会把它清空。叮。中午呢，我要煮番茄彩椒豆腐汤。番茄呢，我通常都会把它炒到就是有泥状，它有泥状就是因为番茄是那种油脂溶性吗？反正它需要油去炒它的那个营养素才会出来。番茄就是会切小块，等它比较好炒成泥。煮好了番茄拌和豆腐，然后跟青江菜还有金针菇汤，这样煮起来真的非常好喝。我有加两颗微微香的贡丸，但是如果你有鲑鱼片啊或者是肉片，还是建议加那个。我是真的想先把贡丸吃掉，这样。这颜色是不对，但是就是在地。确认就是资讯啊成分什么都是正确的，这个是错误的。是第一版本跟第二版本，我正在写一些小的笔记，因为等一下又要去录少中印象的 podcast， 所以这礼拜四会有少中印象可以听，感谢他们又发我通告。我来听我买的神藻俱乐部，我上礼拜因为太兴奋，我就立刻拍了一个小短片放在 Instagram 上，非常的好吃，真的很好吃哎、欸！草莓是我惊艳，芋头我很爱，蛋饼很好吃。我会买咸猪肉蛋饼，蛋饼比较特别是，那蛋饼皮上面是完全没有任何料，是那种很像 tortilla 还是什么的那种卷饼的感觉，因为你拿下去煎的时候啊。它蛋饼会一块一块这样蓬起来，然后它是走很脆的路线。如果你想你的蛋饼皮是很厚的，你可以用两片。重点是它的咸猪肉非常的好吃，它的调味很够味以外，它的咸猪肉超大块。今天是用八号腮红，这个我真的超爱，鱼帮水，水帮鱼的刷子。之前我是保舍，然后这个6月2号 Alice 老师的品牌开团也一样会有。这个喷雾呢不是定妆喷雾，它主要是保湿喷雾，可是因为我最近有在擦酸类，脸比较干，像这边会比较干，所以我就还是有喷。今天的睫毛呢一样是 O Beauty， 就不多介绍了。烫睫毛器一样是用王英乔老师，我就是用了这么多还是觉得这个最好用这样。然后今天眼影是用 AM 的5号色，等一下就要准备去台北。蜜粉也是用 AM 的，这一颗是比较控油款，就是雾面款。这个修容是我之前很爱 Facial Two 的坏皇后盘哦。我最近很喜欢看张旭变形记，一个很可爱的女生，她做行销企划的，然后她在记录她的减肥日记，很可爱的女生，大家可以去看。今天要来录少中印象了。今天是换一个录音室，这个是朋友的老公开的，叫做录播客，有录 podcast 的话，欢迎来南港录播客，停车也很好停哦，而且超宽敞的，位置有很多。噔噔，主轴还是对着他，对。那天那个女的是谁啊？她可能也是释放压力，毕竟她记得吗？也是很疯，一模一样，就是很有钱。刚刚煮了一锅蔬菜汤，然后加了鲑鱼跟蛤蜊，这个是我今天整天要吃的东西。然后我刚刚泡了联合的综合特调，
我的绿挂又要喝完了。5月26号独家补货，然后这一次会上架蛮多绿挂口味的，大家可以把握。平常的绿挂都会放在这，本来都是爆掉，现在好像只剩十包不到，我要补货了。现在已经下午4:22，真的有非常多事情要处理。我刚刚头一度有点晕，想要去睡一下，可是我就是完全没办法睡，因为讯息一直来一直来，而且都是要我立刻回的。我刚刚吃了2片黑巧克力。然后又再去热了一碗今天可以喝的汤。其实只要是那一天在清肠胃，或者是那一天吃的，就比如说只能喝汤或什么的话，然后再加上工作比较忙，情绪都会比较低落一点，所以我就会让自己吃一点黑巧克力。跑出一个大痘痘，好像也没有特别大，就是小，就是凸凸的这样。这汤其实没有不好喝，它比之前好喝多。之前是以芹菜为基底，那这一次是鲑鱼、洋葱，然后有一点点味噌，所以已经很好喝了。Floating, enjoying my freedom, singing off key. I like it better when I'm under the sun. O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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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oh. I'm under the sun. O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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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oh. My soul will tell me what I need to know.